这是北宋徽宗《作经图卷》，你可以看见它的鸟的这个眼睛的点画，是点上一颗三维的。它的这个绢非常细腻，这个鸟的眼睛也是点成三维的，发亮，换个角度可以看见。然后这是赵孟頫的题跋，我觉得他的纸其实就是手纸，很熟的纸，不是生纸。不过呢，他的纸呢，就是说有一定的粗糙度，所以你能看见他的这个用笔的话，有一种涩感，不是非常光滑的，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，非常漂亮。